这部机器，一台机器，彩色的生产机，里面有四支探头，不到8000块。我记得5、6年前我站在台上在讲平台的时候，一台至少还要19000多块，现在只到7999。OK， 你叫人家喷墨什么火啊？OK， 有 HP 三用喷墨，三用喷墨的特色，我知道你们问这一题，等一下我不要再讲啊。我黑白就比较辛苦了一点。那么，特别是值得一说的呢，因为响应这个云端还有这个 Internet 的趋势，你必须内建无线跟网络，免费送给你内建无线跟网络，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省时，随处可以上网，随处可以无线网络连接。再来呢，因为它体积超迷你，所以呢你就可以省空间，进入所谓的家用的市场。OK， 或是办公室放在自己的脚下，或是书柜旁边。然后再来就省电，哦 ，AO 就是，哎 ，AO 是 auto 啊 ，auto off， 对不对？就是说需要的时候它就 on， 不需要它就 off， 所以它是 AO 省电。再来就是省钱呢，7999够省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复习一下哈，上一件是数位化暴增10倍 ，print 暴增3倍，这一张呢四大象限，省时、省电、省空间，还有呢省钱。OK， 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。